庆功宴。张牧之，张牧之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疯了？阿泰，他的套路你们不懂，拿着蒂芙尼的包回去吧。哦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拿着我的照片，我早把你赶出去了。我有一个对您来说小小的、微不足道，但对于我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的请求。我不想跟你送炭。那你至少听听我说什么嘛。你求人就这个态度啊？对不起，但是我这个请求真的很急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说吧。我想要一个这个。你要这个干嘛？参加你的庆功宴啊。我的庆功宴不需要你参加。我当然不是参加你的庆功宴，我是看到这个名单上有张牧之。张牧之你知道吗？我的终身偶像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要是能见到他，我这辈子死而无憾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想让你这辈子充满遗憾。锦泽一，哎，你听我说完嘛。哎，你都要求那么多人，多我一个也不多嘛。我，哎，我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些小小的摩擦。哎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大人有大量，不会跟我计较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锦泽一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你从这个家里面赶出去。好，那你试试啊。金泽一，你太恶心了吧你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啊！哎呀，我给你倒水，口渴对吗？我不想喝水。哎，那你饿不饿？离庆功宴还有一段时间，你要不吃点东西垫垫？我给你做点东西。你还会做饭呢，能吃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行吧，你先做，至于吃不吃看我心情。谢谢你给我机会，所以最帅了。哼，不说你。休息吧。嗯，好好做。好了，我叫你。怎么样？尝尝这个，我爸教我的。也就这个还行。那个，我可以去庆功宴了吧？你就带我去呗，我就远远的看张牧之老师一眼就行，就一眼。我给你做一个星期家务，做一个星期饭。嗯，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人家都说男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你怎么吃了我的还这么冷血呢？拿过来，不给你吃。啊？二郎神，你把我的饭给二郎神吃啊？我做的饭，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。二郎神，别吃，拉肚子。哎，你个叛徒！就吃。行，你吃你的，啊，你也吃你的，别想去了。你。